我正在洗澡，突然停水了。停水了？哎，太浪费了，就这么点水了。这叫什么日子啊？啊，不能洗脸，不能洗澡，我可是一天都受不了了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就有用不完的水喽。那我浇花。他们家有一个聚宝桶，那你们家水呢？全让我老婆和八斗洗脸用了。这是我刚提来的水，全给你吧。可能是哪儿检修了，他们也没通知。阿凡提啊，你快点想想办法，我这一头的毛毛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哎，别说，你顶着这一堆泡沫，还真是有点仙女的味道。真的吗？我像仙女儿？可我也不能顶着泡沫睡觉吧？你家里就没有什么存水吗？我去找找。你又怎么了？阿凡提，停水了。我知道，可能是哪检修呢，放心吧。啊！我去总行吧？翟莺莺。翟莺莺，翟莺莺，这谁啊？阿凡提老师，哎，你怎么不叫笑莺莺啊？就知道我在家。你叫翟莺莺吗？天天都在家里宅着，我不叫你叫谁呀？我啊，这叫居家。阿凡提老师，找我有事儿吗？咱们这儿啊，突然停水了，你飞得快，你去看看，是不是哪儿检修呢？问问他们。什么时候能来水？我去啊。哎，这个可能有点难度，我飞不了太远。那笑莺莺呢？他去山上巡查了。哎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要不你们等会儿，等会儿啊。哎，宅呀，你天天在家里待着，你的翅膀会变硬的。啊，是。你不适当运动的话呀，就不好看了。啊，对，不好看的话呀。就当不上明星喽。对喽。好，为了我的明星梦，我去。哎，这奇怪了，他们为什么没通知就停水了呢？要是到做饭的时候还没有水的话，该怎么办？我有草。给你吃草，我也跟着你一起吃草，大家都吃草吗？哎，累死了！这么会儿能飞多远呢？500米。你看，我说你该锻炼了吧？500米就累成这个样子，你看到什么了？老人们在跳广场舞，学生们在打鼓，两只小狗在打架，孩子们在。
在玩沙土。娘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翟英英啊，我是让你看看是不是哪儿检修水管的。我一上去就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下来，忘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嘛？你们这么看着我，干嘛呀？难道是要我再去？好，我去。那我真去了。哎呀，快走不送。哎呀！快给我来点水，渴死我！来，这个，慢点，太浪费了，就这么点水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哎呀，小区停水了，不知道哪儿检修呢。是吧？停水。嗯，他们。年轻，我这没送茶水，我这没法洗澡，我老爸，让你受伤就怎样？磨蹭到天黑吗？啊，没有，去，赶紧找点水来。我渴了。老王，那屋里不是有两壶水？我洗头用了。什么？那是喝的，洗头不就是两瓶水吗？去。去胖子那买几瓶。哎呀，给我去买了。哎呀，我去好了，不好了，好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什么爆啊？哎呦，我气化回来，就看到那地上哗哗哗的冒水啊，紧接着嘣的一声，一个大水柱子就从那地上钻出来，跟下暴雨一样啊！哎呀妈呀，地下冒出来的水太脏了，太脏了！你给我回家，快点！这得浪费多少水啊？嗯，得赶紧把水闸关上。吴阿驴，我去拿工具。哎，阿凡提，哎，还有件事呢。嗯，那翟英英挂在那边树上，得把它给弄下来。哎，不是阿凡提，该怎么办呢？那个傻鸟挂树上就挂树上吧，管他干什么？哎呦，阿凡提，你去吧。我乐得清闲，歇会儿吧。去，赶紧拿水去。为什么倒霉的都是我？冷静，老婆，冷静。哎，老婆，来，你吃个苹果。苹果这个东西就是，既解渴又解饿，还健康，还美容。这叫什么日子啊？啊，不能洗脸，不能洗澡。我可是一天都受不了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，哈哈，真好喝！完了，一点水都没了。下午挑的水现在就没了吗？大豆，你不知道你婶婶的用水量，你想很大吗？我用水多，我用水为了谁啊？我不得洗衣做饭收拾屋子？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个，你当然是咱们家最勤劳、最勇敢、最有智慧的大功臣了，是不是？哼，嘴上抹蜂蜜也没有用，赶紧上山打水去。啊，上山打水我。老婆，那个，要不咱们这样吧，去阿凡提家跟他要一桶水。嗯，这倒是好办法。嗯，巴豆，快进。亏你想得出来，他能提得动吗？你去，赶紧的。不是老婆，你说我跟他这个关系，哎呦，我去，你从手疼。你这话让我怎么说呀？阿凡提，能不能给我一桶水呀？你看我这凭什么？阿凡提，给我们家送桶水去。这样他能干吗？王阿驴，哎，
晚上洗菜的水你倒桶里了吧？哎呀，倒了，你都问好几遍了。哎，年纪大了记性不好，这一下好了，我们就有用不完的水喽。那我浇花了。倒在水桶里面就有用不完的水，难道是个聚宝桶？阿凡提呀，阿凡提，你有了宝贝不和大家分享，这下让我抓住把柄了吧？我的，谁呀？让我看看，谁呀？谁呀？谁？是不是平时老捣乱那只大老鼠啊？阿凡提，说我是大老鼠，谁惦记我的？冲哪打？冲哪打啊！天都亮了，赶紧去打水去。又是我。去呀。哦。哎呦呦！哎呀，我忘记你受伤了。哎呦！老爸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跟丢了魂一样？呀，有什么事就直说，这在自己家呀。小点声，我去看看。我发现了阿凡提的一个秘密。秘密？嗯。阿凡提能有什么秘密？他们家有一个聚宝桶。我干嘛？怎么了？没发烧啊。啊，我就听说过聚宝盆，就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聚宝桶，还聚宝缸呢。傻老婆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阿凡提说，我们家以后就有用不完的水了。用不完的水？对，阿凡提他们家有一个聚宝桶，不但可以用水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现在他们社区都停水了，只有他们家还有水浇花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这个阿凡提平时跟大好人一样，嗯，关键时刻一样自私，嗯，我必须当众揭露他。老婆，快快快，快拿人来！拿什么？拿水桶接雨水呀！啊！坏掉的地方是人为砍凿过的，对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谁这么讨厌？一定要抓住他，是的，一定会抓到的。哎，八爷啊，你的腰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昨天晚上不小心在家里摔的。哎呦，八爷老爷、啊，昨天晚上您又干什么坏事啦？你哪只耳朵听见，哪只眼睛看见，我干坏事了啊？再说我八爷是哪的人吗？啊？哎呀，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你至于那么认真呢？哼！哎，八爷啊，
前段时间你不是在小区东边施工吗？啊，后来怎么挪到西边去了？这整个小区都是我爸一家的，我愿意在哪儿盖房我就在哪儿盖房，难道还要你阿凡提许可吗？真是的。哎呦哎呦啊啊，干嘛怎么了？我们现在社区的居民过着多么苦的日子，每天只有一桶水，可你啊，你家里有个宝贝却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。宝贝？对，我。对，就是你。我朋友们的我都看见了，阿凡提这个水桶是个聚宝桶啊，想要多少水就有多少水呀、啊！笑什么你笑？八一老爷，你想宝贝想疯了吗？这个桶它会是这？我想起来了。昨天晚上，你肯定干坏事了。那只大老鼠就是你！滚出！别废话！拿把剑！你赶紧把宝贝拿出来！你要不，我就找全社区的居民跟你评理。既然你觉得这是一个宝贝，那好，那这是我刚提来的水，全给你吧。阿凡提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儿的。老婆，嫁。等等，过来，躲开。你这个聚宝桶是不是要有什么咒语？有的，说。你就念啊，泉水清清就好。全是金金，全是金金。回家。全是，哎呦我的腰啊！哎呦，阿凡提，水就给他们用了。阿凡提老师，真的有什么聚宝桶吗？对啊，还有咒语。放心吧，他呀，明天就会把桶送回来的。全是金金，全是金金，全。是金有金，嘿，全是金金，全是金金，全是金有金，嘿。别念了，怎么半天了、啊？哪有水啊？这个叔叔啊，确定这是宝桶吗？嘘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不要瞎说。那不就是宝桶吗？这么久都没有水啊？你昨天还听见什么了？我昨天还听见他对乌阿驴说：“乌阿驴，那个洗菜的脏水倒到桶里了吗？”洗菜水倒桶里，对，洗菜的水。老婆，咱们家那个洗菜的剩水呢？倒掉了，我要那脏水干什么？是不是把脏水倒进这个桶里就能变成清水呀？那这桶水我可以用了吗？啊，不、哎、呀，老婆，巴豆啊，我们总算有水洗脸了啊！走，老婆，这不咱就这点水了，老婆。全是金金，全是金金，全是金有金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阿凡提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阿凡提，你个大骗子！骗子！我怎么成骗子了？你给我们的桶根本就是不是什么聚宝桶，这个桶放进去脏水还是脏水，根本就变不出清水来。我什么时候告诉你这桶能把脏水变成清水呢？那你的清水是从哪来的？你以为我是傻子啊？嘿嘿嘿，八爷老爷、啊、您不傻、啊、只是您的脑容量呢有那么一点儿。你泉水宣传册上都有呢。什么？有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到洗米水来洗菜，洗菜水来浇花，洗脸洗衣水流向，洗刷刷洗刷刷，地板变干净，厕所来冲刷，啊啊啊！啊，这就是一水多用，简单方便，知道了吧？完了，今天没有水用了。老婆，
今天没饭吃了。哎呦，那你们家水呢？全让我老婆和八斗洗脸用了。哇，一桶水，你们的脸得多金贵呀！阿凡提，我们已经有3天没洗脸了。啊，我们是有脸面的人，我们得要脸。你们还知道要脸呢？现在知道没有水的日子该多不方便了吧？如果再不节约的话，以后可能就真没有水喽。想节约也得等到明天了，今天是不可能了。嗯，他们在修水管道的时候啊，挖出了一袋金子，我得去找施主。这金币又不是你的，你抢什么抢啊？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这一定是我施工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在那儿施工啊？为什么后来填上了呢？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叔叔，大家都听见了。行了，小孩子不要管。是是是。阿凡提，你竟敢骗我！你八一老爷，您摊上事儿了，摊上大事儿啦！这蠢驴啊！老爸，闹了半天没水，可是是你害的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听我说，阿凡提，阿凡提，阿凡提。